今天来到这里，你知道花1299元，你就可以吃高级西餐厅里的排餐，吃到饱。从纽约客牛排、菲力牛排、丁骨猪排，甚至德国猪脚，而且它的沙拉、汤品、炸物、甜点全部也吃到饱。你各位啊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嘉义这里了。然后在我们旁边这家餐厅是龙狮牛排，这家餐厅哦是嘉义的在地人，他极度跟我推荐的。他跟我说这家店是他们在地人的情怀，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就没有想到说他这个装潢的风格啊，看起来是如此新颖高级的西餐厅，结果它却是一间老店。如果有吃过这间牛排店的在地人，麻烦帮我补充一下资料啊。它不会像我们平常吃的台中牛排馆或巴菲乐，你除了牛排排餐之外，你还有其他的选择。它就是一家主打排餐吃到饱的西餐厅啊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吃，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。Go！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就座了啦。我是觉得它这里面的环境非常的舒服哎，尤其啊，它这边有说它是从民国83年开始经营到现在的店，它现在弄得很漂亮哎。它这边平日用餐从499元到1299元的套餐都有，只不过我们真的是难得来一趟嘉义这边呢，我就觉得。我们就跟他点个餐吧。那等一下我们去点餐的时候，顺便去拿点汤还有饮料回来吃吧。可以麻烦你，谢谢。哎，你不要点。因为1299主要多了这些啦，所以通常猪，你看你要不要先吃一比例。猪通常都会建议你从高吃回，怕因为怕你之后吃不下就没办法点到。应该还可以，因为这个都是一整份的哦。好好好，都是一人都好。各位啊，我们的主餐都上来了，没想到他们做得很快，而且他这个主餐猪排跟鸡排放在这个石板上面，滋滋滋滋的，看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它吃下去了。我是觉得说它这个鸡腿排啊，它表皮它烤得非常酥脆，而且底下的石板一直在帮它持续加热着，我是觉得吃到嘴巴里，它的温度、口感还有香气，简直是非常的完美啊！
还有刚店员有跟我介绍说，这个酱啊，可以倒到我们前面这个小碟子啊。只不过我是觉得说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起来沾就好了？各位，你们看一下，丁骨猪排，哦，对，我是觉得说它这个丁骨猪排一上来就是两块的猪排，它这分量还蛮适合说可能今天两到四位一起来这边用餐，你就点个一份，大家分着吃，有体验到它的味道跟口感就好了。不然说我是觉得它的香味啊，还有说它的口感可能。明明是一样的丁骨，为什么这一块肉质比较嫩呢？而且在沾了黑胡椒酱之后，我觉得黑胡椒有大大的帮这个猪肉提升它美味的程度哦。我是觉得它沾了美乃滋芥末酱之后啊，它那个甜刚好有打中我的味蕾，而且里面 Q 弹的虾肉，它所散发出的鲜味，这完全就是我的菜。对，它这猪脚就非常需要酸菜滋润呢、啊，我就觉得口感比刚刚的猪排来说略显得干柴一点呢、啊。OK 啊，接下来就是鲑鱼部分了。在这边你不用改名字，你就可以鲑鱼吃到饱。它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干煎鱼排了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沾酱好朋友去救他了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它这个鱿鱼不知道是保存还是它制作的关系啊，所以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。
那我们再跟他点下一轮的东西吗？我就觉得这一轮应该要来个牛排的回合了吧。好呀，各位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喝一下刚刚拿的汤吧。这些汤都冷掉。哦，各位，它的罗宋汤，它里面煮了大量的白萝卜去增添整体汤的香气，喝起来香香甜甜的，我是喜欢呢。它这就是很经典的巧达浓汤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玉米粒而已了 ，OK 了。是说我们是另外一个纽约客啊，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的碟子上了，不要让它继续加热。各位啊，它这个菲力啊，光是咬下第一口，它就喷出了我们满嘴的牛汁啊！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很适合沾它附的盐呢。来吧，沾好沾满了。天哪，它这个牛排感觉非常非常的深呢。它这个味道深到说，我觉得有点会反感呢。我觉得还是把它切片放在这个瓷板上面继续加热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先把它弄到七分熟再吃吃看。各位，是说吃到这边呢，我是觉得说它这一比例猪，不管是它的香气还是它的口感呢，都比刚刚的排餐还要厉害。就算它这个猪肉冷掉啊，它的口感依然是舒服的。纽约客，
哦，各位啊，它这个牛排的边块啊，有一块非常难咬的韧带啊。他们在切肉的时候，竟然将它一起也切进来。不过我们再点一些东西来吃好了，我就觉得说吃这个肉虽然饱足感是非常的够啊，可是我总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吃点什么东西啊。对，谢谢你。好了，这一轮我觉得我不太想再吃牛排了，刚刚真的是牛排的连发。他的鸡腿排先送上来了，那我们就先吃它吧。我真是觉得说他这个腿排，他表皮怎么可以给他煎得这么酥啊？我真是觉得说他这个鸡腿排可以荣升今天的 MVP 了啊！是说我们这个炸虾酱啊，应该也是可以拿来沾猪脚了，感觉应该会还蛮合的哦。我是觉得它这一次的猪脚比我们第一轮点的还要软嫩呢，而且咀嚼的过程中，我可以吃到猪皮，还有它皮下结缔组织所传达出来的香气。怎么感觉这个肉质跟第一轮完全不能比啊？对啊，吃到这边我是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吃甜点来做个完美的结尾啊。也麻烦你了，谢谢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来到甜点的回合啦。各位啊，我们前面吃了这么多的肉啊，我身体是非常非常渴望着这些甜点赶快进到我的体内啊。应该是 cream 吧，虽然说它这个泡芙壳已经又湿又冷了，而且吃起来应该是放一段时间的，不过
哦，各位吃完这个甜点之后，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涌现上来啊。那各位啊，我们吃饱喝足了，我们等等结账完再去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今晚下榻的旅馆了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龙狮牛排的想法啦。龙狮牛排我们今天吃一餐1429元。平常你有在吃西餐厅的人，我跟你讲，纽约客在外面吃的平均要价从十盎司400多块，到一餐可能要1000多块都有。可是啊，我们今天在这边吃到的纽约客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只不过今天我是觉得它最可惜的地方是说，为什么你一定要用这种食盘帮我们加热然后端上来呢？它边吃边加热也许是它的优点，可是说真的，你的肉一直放在上面，我们刚开始吃可能会吃到很深的肉，可能我们吃到后面的肉又变得非常的老，非常的熟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厨房弄个5分熟或7分熟，然后再放到一般的盘子上端上来，我就觉得这样就很棒。也可能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食盘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去拿捏到要如何掌握它对于肉的火候吧。但如果你问我说未来我还会来这边吃吗，我是觉得说未来我会再来的话，我应该会吃599或899就好了。因为他的牛排用的那个食盘真的是，我是觉得很。那各位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了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